爸爸开心你就不开心，怎么逗都不会笑。你生气啊？爸爸，哔哔哔哔哔，看我。妈妈开心你就开心，对不对？爸爸开心你就不开心，怎么逗都不会笑。你，小英子，干嘛？你生气啊？哎呦！咦，妈咪啊，我开心开心啊！爸爸说。啊，又不笑了。有啦有啦。换我换我。好开心好开心啊宝贝啊。kiss 妈妈 kiss 妈妈。哇。kiss 爸爸 kiss 爸爸。我是你表姐，你看她笑了啦，她笑了啦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，哎呦，摸手哎，她很高兴哎，小圆棒。是不是第一次看到他？他很哎，乔龙接的囡仔。哎呦喂！哇，大脚脚。我就要讲你。他是蛮喜欢你的。啊？你要把他盖成这样、哦？啊？你跟他玩，你跟他玩，他在看你，你看他在看你。人家你说我是，你要跟他说我是陈小乐，我是 Kira。你表姐，你看她笑了啦，她笑了啦，她笑了啦。你看，你看，她本来要睡觉，她看到你在这边，她都不想睡了。你会不会照顾她？会吗？以后都会吗？哎呦哎呦，她抓好紧哦，她抓好紧哦，她抓好紧哦，她手有没有漂亮？有没有漂亮？哎呦，摸手哎，表姐摸你的手啦。你怎么这么小？你的手怎么这么小 ？Hello， 再穿起来哇！你表姐帮你穿起来了啦！哦喂，她很高兴哎，小圆棒很高。路边一棵榕树下，是我怀爱恋的地方，晴朗的天下。榕树下。一榕树下哟哟哟，榕树下哟哟哟，他要听正常版的。刚我就唱正常版的，你知道吗？路边一棵榕树下，是我怀爱恋的地方，晴朗的天空，阳光里头还有醉人的笑声，这是你让我笑我万万情人散不开夕阳，晚霞照上你的脸，情话绵绵说不完。
和你隔山中树下，可曾想起绿草香。你打嗝啊？怎么有这么可爱的小朋友嘞？可爱，好可爱哦。个十百千万十万，对，六位数。哎，我觉得刚刚七位数也不错啊。哎，当立委，哎，一个月薪水才19万呢，哪包得起？他等一下才哎会过来，可是他一直打电话给我，他在外头跟人家打牌，你知道吗？九楼是四点，凌晨的四点过后。我们还在等，一直等了，就觉得他要出来了，然后想说应该今天应该不会，因为没有什么动静。然后安眠药一吃，准备要睡，灯一关，哎，柔弱了，阵痛很久哈、哦，很久啊，对啊，他从打针开始就在哭啦，哎呦，生小孩都是这样子啊，你以前。你妈生你的时候，那叫的才大声，知道没有？所以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反应，你知道吗？3225。其实他是出来那一刻，出来那一刻我差点撇，因为真的很感动。可是当院长把那个。小孩不是他把剪刀递给我叫，叫剪刀土，我就哎呦我靠，然后手开始发抖这样，不敢剪，你知道吗？我反正从一个哭，然后变得偶尔惊吓，然后剪，哎、欸，真的像脆肠哎、欸，那个，你知道那个脆肠，你知道那个脐带那个脆肠，那个嘣，有的剪下去嘣的声音，你知道吗？而且我也不敢离他太近，我就离他很远，然后剪一个这么剪碎这么长。好笑，他应该会很生气，对吧？妈以后会不会怪我？哎、欸，爸，看我肚子，我肚子怎么留那么长？对呀、啊。我上次看到笑，高兴好哭什么？裂嘴笑。他等一下才哎、欸、会过来。你知道女孩子。出门就是要化妆，可是他一直打电话给我，他在外头跟人家打牌，你知道吗？会，个十百千万十万，对，六位数。哎、欸，我觉得刚刚七位数也不错啊。哎，六十百千万十万，没有了。没有啦，我开玩笑的。他比较有钱啦，我没那一本有钱。我开玩笑的，我自己赚掉了。我当立委，哎、欸，一个月薪水才19万呢，哪包得起？知道的是看到我们妇女牺牲啊，会想到什么？你不要哎、欸，今天好日子，不要再讲起的事情好不好？哎、欸、呀，一定会难过的、啊，哎、欸、呀，不要再提他了，我们已经。有点这个时隔一年多了，这个心稍微有点放下来。那当然啊，有时候会不会想到？当然会想到啊，一定会。拜托你们以后不要再提